是那天我拍这个金鱼的，它当天我也是在这个就是大棚里面的海里面游泳，那个时候我有很深切的感受。其实你躺在那个海里面，你身体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就是眼睛和那个帽子游泳帽，然后一个游泳裤，你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但是你在海里面，那时候就你觉得其实那一刹那你什么都不需要，嗯，就是你和你在一起。你这那个肉身和那个灵魂在一起，和天地在一起，和海在一起，和你想象当中的这些鱼类在一起。但是你上了岸以后，你打开手机，很方便的就吃的、用的什么东西，你看了以后，它会勾起你的欲望。就是当你便利了以后，你生活周围可能堆满了你原来并不需要的东西，因为你的欲望被满足的太快了。我前一段就我有朋友跟我说，现在很流行一种这个方式，他说叫做那个一年不买计划之类的哈，他就不买，对对，就是他一年就他就什么也不买，就是我不花钱，就除了我要吃要喝的这个最必要的这些东西，那我都不买。那么我怎么过日子呢？比如说我忽然发现我需要一个东西，我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买，是在你已经有的东西里面去想办法，你要激发自己的创意，我要想办法，我怎么去弄到这个东西。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简，就是极简的，就是这个生活，它不是简单，不是单纯的简单，对，它是极致。哎，你要极致，把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资源用到了极致，这个它是他们所谓的极简。我小时候，我哥哥就跟我说过，当你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再三想一想，可不可以不买。可以不买的就不要买，那你现在那是没钱。当时就这个哲学我印象非常深，当然我现在就很有犯罪感了，我现在不是这样想的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极简主义。简你说的这个简和简还不同，但是我现在是觉得，你觉不觉得哪怕是在家里也太忙了，我可以同时在开会，在这个剪片子，然后呢我还在这个网购，还在挑肥拣瘦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你到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这门铃啊，叮咚叮咚叮咚，我说我们祖国商业太繁荣了，这个涨价快的琳琅满目。我现在就觉得，就是今天你一个人一天你能干的事儿比20年前的人多太多了，然后呢你同时在看着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就是因为这个能力确实提供了这个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性你又不能不用，又不能不用。我过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出去在外边忙了一天，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想歇一会儿。我现在是星期天一天没出门，到了晚上，我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？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带进这个节奏里了，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啊，这个社交媒体啊，这个是典型的马克思说的异化，就是它本来是给你方便，但是它太方便了，造成了你的能力的下降，造成你的需求的增加，造成了你的贪欲的上升。我到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病，你知道吧？去洗手间啊，手机不在身边啊，办不了事儿。解不出来。对，这个习惯其实因为只有这段时间人是坐在那里可以安定的看手机的，本来是看书看杂志的，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拿一个手机，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心理依赖心。我其实不要看，这点时间我可以不看的，可是那个东西不在的时候，它影响我的，对我的迫害到了什么地步啊？你要注意，植物神经要紊乱了。这个其实你刚才说，你现在觉得能在家里完成的事情比以前人要多很多，我倒觉得是少很多，因为你以前可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完成了，我现在会发现，开启了好多事情都不能完成。比如说你多久没有完整的读完过一本书，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想我想查一个东西，然后忽然被带走了，就不知道去哪了，然后回来。而人的就是大脑实际上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。就有的人说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，因为就你包括这个网络，它不断的给你打断新的这个就是刺激，在我们的前额叶去形成这个兴奋，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。但这样下去，我就老想，我这一天当我结束的时候，我如果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我自己，就在那里这么点时间，然后忙忙叨叨，忙忙叨叨，不知道做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会变成一种面目可憎的人。你的精力肯定不集中，
你的成就按原来古典的定义啊，嗯，你的成就肯定差，你的人生肯定浪费。第二呢，所有这些你做的事情呢，都是人家精心研究出来最符合人性的。所有你做的事情，这个手机给你提供的，一定是你们最符合。如果不符合人性，他早就把屏幕更大或者更小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大？为什么这样操作？这个大公司他一直在研究你人的特性，而这个特性很多都是弱点，没法抗拒的。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就是，好，你这么方便，你这么多的手机，但是我们怎么样继续用艺术的手段拍照？那这个才是，人在这个潮流当中的这个抵抗能力。嗯，这个科技影响这个生产力，生产关系，我也要这样，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。他一推出来这个事情，只要全世界这样流行，你顺他者，怎么来说啊？顺之者昌，对，逆之者亡啊！你当然特别的人，你可以说我不用手机，但那都不是常态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妨碍人们还是用普通的照相机拍出艺术型的照片，不妨碍一个人一天到晚拿着手机好像不离，但是脑子还在思考别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唯一的做的方法就是抵抗。这种照片怎么拍法？这种照片像写小说一样，他拍一个人的一张照片，一瞬间其实要拍出他的人设，或者说拍出他的典型性格。换句话说，要知道这个人，知道贾平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刚才你在讲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提问就是说，摄影大师要是他不认识这些人，他怎么来捕捉，凭直觉来捕捉一个人的瞬间？假如说史铁生哈，他做这个伦理上，但是我觉得史铁生恰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那么一个男人。其实他是身体很不方便，但是他内心很需要他让我给他找几张照片，比如说刘易斯跑步的那个，还有卡拉扬，还有爱因斯坦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他内心，他的眼睛，他的胸怀其实是很开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能够呈现在他的表情上、脸上、身体不太方便的身体上。如果一个敏感的摄影师的话，他哪怕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他几秒钟，也许他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。其实他有个办法，就是当年为什么能够拍出这些照片呢？他就是跟他们交朋友，知人论事，长时间的就跟你在一起了。对，其实我拍那王安忆的那张照片，我就陪他去买菜，在静安寺，他这个我跟他去买菜，哎，刚进门见到他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小泉，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和你结婚。”什么？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和你结婚。他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就觉得已经看到他有骗的动作，不就类似于就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，就是你是一个记者，你是一个到这儿来他要摆姿势给你拍照片的那么一个人。你看我跟张艺谋拍《摇摇摇的外婆桥》，朝夕相处半年，让照片混半年，对呀，真是能混的，哎。